是古神，你明现出了神体的古神，为何会出现在这里？救尊者，幸会了，幸会幸会！这家伙是把我也当成神族了。神体，谢。尊者的神体如此庞大，真让在下羡慕。在下宁远，不知尊者如何称呼？我的神族传承来自于金元古神，不过修炼的神体却与金元古神有所不同。若是冒用金元古神之名， 有可能会被人给识破。在下金云，第一次来到神尊域，以后若是有不懂之处，还望尊者能够多多提点。金云尊者客气了，在下的神体并不算太成熟，以后说不定还需要尊者来多多照拂我呢。哪里哪里，在下刚刚到达此地，对此地一无所知，也不知道现在应该去哪儿才好。金云尊者第一次来我们这神尊域，不知该去哪也正常。我有一个去处， 你且随我来吧。金云尊者，这里是我的洞府，平时也用来与其他尊者做一些交易。难怪这里看上去像是个小型的交易所，这里的东西若是放在外界，可都是不可多得的宝物啊。金云尊者也对这些洪荒宝物感兴趣，这些东西的价格可不菲啊。洪荒宝物，那此物需要多少神力才能交换？宁远， 那把洪荒长矛我要了，就按照上次的交易价格吧。巡阳尊者，你怎么过来了？这位尊者的神力看上去似乎很高啊。那是，巡阳尊者可是最早来到神尊域的尊者之一，神力非常强大。据说他差一点点就破开了神王域，逃离这方世界。两位尊者刚才似乎是在讨论本尊。拜见巡阳尊者，我们哪敢在背后讨论尊者？ 只是方才尊者出手购买洪荒宝物，让我和金云尊者非常震惊。哦，那这位便是金云尊者了。这位尊者的神体看起来非同小可啊。尊者谬赞了，在下刚刚来到神尊域，若是有什么做得不妥的事情，还望尊者莫要怪罪。我看金云尊者体内已经炼化了魔种之力，而且还有些凤凰灵火残力，效果不错。如果我没有猜错， 金云尊者在外界的时候，并没有感受到神王的压迫之力吧？居然一眼就看出来了，真的吗？你可以在外界自由行动，修炼神力，而不用担心被神王给发现，怪不得你最近才来到神尊域。金云尊者这的冥思，真是让我羡慕啊！我是在千年之前才发现这个隐秘的。金云尊者，本尊最近正在修炼神体，不知你能否帮本尊一个忙？不知尊者有何赐教？ 你可能还不知道，在神尊域是无法修炼神力的，需要到外界去才行。而以此身躯到外界，一定会被神王给盯上。但金云尊者你不同，你可以在外界自由行动，所以我需要你来助我修行。抱歉，在下刚到神尊域，只是一个非常巧合的机缘。我在外界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处理妥当，必须尽早赶回去才行。哦，以金云尊者的实力， 在外界还会有什么为难的事情呢？金云尊者是在外界的何处定居？只是在下的一点私事而已。在下一直住在星罗海附近。星罗海吧，倒是与本尊相距的不远。既然金云尊者就住在我旁边，等你帮我炼制成了神体后，可以直接入住我的神地。糟了，这巡阳古神也彻底赖上我了，根本就没有轻易让我离开神尊域的打算。 Say.